最后入闸，自动波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。第八场赛事四班千四米嘅路程，大热系暂时七号。王琦举起，好你一跳出嚟啦。今日前面快马最出位置有呢只潇洒王子啦，外边系王牌啦，内栏幸运精选啦。咁啊，外边仲有一只劲飞宝宝马林，中间安喜啊，同埋呢只就旋风腿啊。咁啊，再见到后一层嘅马啦。咁啊，先有呢只咧就好运齐来，出边就清新动力啊。咁啊，后边嘅马内栏咧，咁啊仲有呢只迎风云啦。尾四就自动波，尾三进协精英，尾二火百合，暂时殿后就系嗰只好叻仔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呢个香港太原湾啊，前面带头嘅马就安喜啊。咁喺外边仲有潇洒王子，中间幸运精选啦，咁啊同埋扬名秋秋啦，再外边第五位，咁啊有呢只咧就劲飞宝宝，中间黄衫咧，咁啊大概第六七位到啦，仲有旋风腿啦，内栏系迎风云啦，再后边浅蓝衫喺马林入边嘅马咧，仲有清新动力喺出边王牌啊，后啲嘅马啦，咁啊应该攞到出边噶啦，就有只火百合啊，中间啊好运齐来，自动波尾衣进协精英包尾好叻仔啊，好啦入正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咧仲系呢只安喜啊。想涉内栏上，幸运精选啦，中间扬名秋秋已经攞到出嚟噶啦，中档位置潇洒王子，迎风云亦都喺个马林入边啦，在外边冲啊嘛，仲有清新动力，兜到嚟最后百零米，扬名秋秋已经系透出啦，埋边拍住嚟兜，有呢只就安喜，安喜挥劈，中档位置仲有迎风云出边咧，仲上紧嚟火百合，接近咗第一名，迎风云似乎终点前有机会赶过只七。迎风云一号嗱，数多次啦，嗱七号马扬名秋秋系咪赢得啊？好似唔系，一号马迎风云上紧嚟，入边啊安喜最出火百合啊！终点前都几激烈啦，见到一号啊迎风云啊罗令亚最后咧胜出今场赛事啊，跑第二名七号嘅扬名秋秋啊何泽尧，第三名二号嘅安喜潘明辉，第四名咧见到出边啦，六号嘅火百合啊沈娜。罗莉亚今日都起个孖啦，四倍啊一号啊，最后临尾又扑上嚟啊，17Q 7.9倍。啊，扬名秋秋谂住可以保中啦，点知最后一步俾迎风云赶过咗。翻嚟影完相啦，咁我哋睇下预计派彩啦。跑第一名一号嘅迎风云，独赢派40蚊，位置派16蚊。跑第二名七号扬名秋秋，位置派14.5。跑第三名二号安喜，位置派36.5。连赢位一搭七派79蚊。三重彩一号、七号、二号顺序派1419蚊，单贴派263蚊，位置 Q 一搭七派30蚊，一搭二派78.5，二搭七派90.5。跑第四名系六号嘅火百合。三揀一預嘅派彩啦，勝出組合 A 一格野熱門派17.5，繼續係開 A 一啦。
咁啊，罗利亚今次咧迎风云抽翻个内档啦，就顺利保中翻啦。郑俊伟夜班 win 啊！咁啊，季内嚟到11 win。今日都连仗出击噶，咁啊，总统至上第二啦，头场福之宝第四，依家仲有只金刚仔啊。好，拧翻张相先。咁啊，罗莉亚今日都醒神啦，有起个孖，两场第一，仲有一场跑第二嘅。四连环预计派彩啦，一号、二号、六号、七号派1631元。四重彩预计派彩，一号、七号、二号、六号顺序派24801元。临尾斗后劲嗰几下，即系罗莉亚都几杀食噶，紧紧追到。拍张相啦，罗莉亚咁啊，最尾啦，中千军万马终点时啊，冲冲上嚟啊，咁啊胜出啦。第四名都破价，出边火八合啊，咁啊仲有伟达嗰只清新动力，好接近啦，呢个三四五名都。好，翻嚟福榜见到罗莉亚，亦都睇埋个巡逻影片啦，三档起步。起步啦，比较论尽啲就嗰只自动波啦，扑一扑咧，今日都慢咗啦。咁另外进贴精英亦都唔快啦，前面位置出咗嚟最快咧就外档嗰只潇洒王子嘅，不过佢一路望啦，就入边好多马顶住佢啊，分别就安喜啦、旋风腿啦、扬名秋秋啦、铁兰就幸运精选啦，最出边仲有只绿色衫唔好咧，就系劲飞宝宝嚟嘅，但我当做王牌啦。马林中间见到好运就系来入边就迎风云啦，蓝衫咧就清新动力。尾四位置貼欄就自動波啦，拍住進協精英有啲搶口嘅，出面就火百合，包尾就好叻仔。咁啊，步速咧就中間偏慢啦。咁啊，火百合呢場都走勢幾進步噶，咁啊原來都走外碟嘅，咁啊佢係三碟。咁啊，另一隻望空嗰只就黃牌嚟嘅，四碟望空。咁啊，失望啲嗰只幸運精選啦，今日咧個位都幾靚嘅喺裏邊啊，紫衫我匹。咁啊係。呢度咧有少少想攞偷安喜內側啦，但系都最尾爆落都唔勁啊！咁啊，楊文秋秋都全面取勝機會嘅，咁啊，但系都一而再俾阿羅莉亞搞掂咗。係啊，呢度都仲揾緊位，啱啱喺佢隔離啊，望空。咁啊，後邊都例牌又受阻完照撲少少嗰只，好叻仔啦，旋風腿啊，進貼精英啊，都係追翻啲噶。好啦，翻嚟福榜完毕，派彩作实啦。位置 Q 一搭七派30元，一搭二派78.5，二搭七派90.5。组合独赢3-1，胜出组合 A 一隔夜热门派17.5。四连环一号、二号、六号、七号派1631元。四重彩一号、七号、二号、六号顺序派24801元。孖宝派彩头关五号、尾关一号派107.5，头关五号、尾关七号，安慰奖派12元。分段时间：头段13秒63，第二段22秒14，第三段23秒85，末段23秒43，总时间1分23秒05。